我只想做你心中的英雄。我哭，我笑。怎么着，生气了吧？人心现在。 还都在老四那边呢。您能隔墙看人呐？怎么会什么都知道？我不必看，我有诸葛神算，我早知道是这样。四阿哥这么多年的口碑，不是一天能砍倒的。皇上心里也是一样啊。那怎么办？ 五阿哥，我觉得别的没什么，就是咱们的四阿哥现在太清闲了。他一清闲，我倒觉得比你们心情还好。他这一好，就还是从前那个招人喜欢的四阿哥。我懂了。 额娘，快别！老四啊，今儿总算是得到了皇上的名誉了，可以见你了。你说咱们这算什么娘俩啊？生出来的儿子不是自己的。额娘，您放心，虽然我们兄弟几个从名分上都是皇后娘娘的儿子，可是我毕竟是您的骨血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儿子，快陪我坐会儿。 下次再见你啊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快坐。儿子，你委屈了。额娘，儿子怕您更委屈。儿子这样，额娘脸上也没光了。快别这么说了，你再说，我可真要掉眼泪了。 额娘，我在尚书房当着差呢，我回头等下了差再来看你。我就知道你是个较真儿的人。行了，来人呐，把我准备的那些吃用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四阿哥，四阿哥，奴才叩见四阿哥，四阿哥吉祥。不必了，我已经不是四阿哥了，我是哈哈州色老四。起来吧。四阿哥，您不认识奴才，奴才是后边造办处的太监。你有事儿？没事儿，听说您倒霉了是吧？连造办处都知道了。 可不是，这宫里上下都传遍了，都说您。奴才不敢随便说，反正您老人家，好好对自己，您不能光对别人好。这是什么话？我不会的。这个您收着。这是什么？我们造办处夏天干活辛苦，所以。备着这种消暑的药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您收下就是了。谢谢。老四，老四，你等等我，老四。 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？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走啊，老四？三哥，我刚从额娘宫里过来。我知道，我看见太监找你来着。怎么着？拿的什么呀？哦，我从额娘那儿拿了一些吃的。我没说这个。刚才那个太监是哪儿的？他给了你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太监，也没给我什么东西。哼，老四，甭装。 就你手里呢，就是一些解暑的药，人家送我的。解暑的药，我看未必吧。哼，哎，老四，你搞什么鬼？你这是……哎，老四，我告诉你，我非把事儿嚷嚷出去不可。我让你勾结内奸，我让你私相结交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爷，咱回去吧，爷啊。 哎，够奴才，咱们走那边。哦。我的爷，您是发到尚书房当差，可是我原本就是哈哈猪色呀。这哈哈猪色只是伺候阿哥们的，这洒扫之类的事儿啊，那可是太监们的事儿。你是说？ 咱们不该扫这院子，是吧？哎呀，哪谈得到应该不应该啊？根本咱们就不应该干这些粗作杂役的事儿。哎呀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啊，皇上，奴才给皇上请安了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子给皇阿玛请安。老四，起来吧。老四，你跟朕走走。老四，哈哈猪色当的怎么样啊？儿子，这哈哈猪色当的还算是有心得。嗯，心得都出来了。是，儿子到现在才发现，一切东西只有认真对待，才能像样子。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扫地，儿子从前以为扫地不过是最简单的事了，可是儿子扫过一回才发现。 扫地不简单，怎么个不简单法？儿子是扫了东边，脏东西都到西边去了；扫到了西边，脏东西都到东边去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儿子只有立定宗旨，只朝着一个方向扫，结果很快就干净了。老四，你行啊，连扫地都扫出这么大学问来了，也好。 我看你这么愿意当哈哈猪色，那你就继续当着吧。儿子恭送皇阿玛。怎么着，爷，您跟皇上说了吗？说什么？说您回上书房的事儿啊？没说。哎，那您说什么了？我说扫地来着。扫地？您干嘛说扫地呀？哥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别提了，这处分还没算完呢。我现在一下子被安排到汉侍卫班里去了，待会儿就得走，值夜班。满侍卫和汉侍卫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满侍卫就是咱们亲贵，至少也是像样的旗下人家的子弟，只要当够了年头，好歹有个升头。可是汉侍卫就不一样了。 虽然都是每年武举出身的武状元，可就没个升头，而且在宫里还让人瞧不起。行了，哥，你就不要说满侍卫、汉侍卫的了，你就说说四阿哥怎么样了？他还能不能回上书房了？那可说不准。听宫里的人说，现在皇上还没有意思让他回去的。那四阿哥现在开不开心啊？ 四阿哥倒是没有不开心，看见他的人都说，四阿哥好像很开心，而且完全不把当哈哈猪色的事放在心上。四阿哥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这样下去，怕还会有麻烦。二爷，我这有封信要给四阿哥，麻烦你帮我递一下。 慧茹，我得跟你说一声，四阿哥现在的麻烦多着呢，咱们就别再给他添麻烦了。再说，我哥现在也是处分在身呢，是我不讲道理了。慧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不给我递信倒没什么，可是你说我是四阿哥的麻烦，这可是……我可没这么说，慧茹。 慧茹，慧茹，慧茹，你这脾气也忒大了！我说你什么了，你就这么大的气？你也要替别人想想吗？我知道你怎么想我的。我想你什么了？我跟你直说吧，慧茹，你没进过宫里，你不知道这宫里边的厉害。我知道。 我一个汉大臣的女儿，怎么能有富察家女儿的脸面？踩着宫门口进去，跟进自己家门口似的。我自然不懂那么多的事。我不但不懂，还会给人家添麻烦。慧茹，你想太多了。不是我想多了，怕是我想少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好了。 既然二爷不能帮我带东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慧茹，宫里边我懂，我并没有怪你。哎呀，哎，田师傅。 您瞧瞧，我这可是真念书呢啊！哎，田师傅，怎么了？您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嗨，也说不上烦心，可也不省心。说不上不省心，可我心里还闹腾啊！田师傅，您跟我说，您到底烦什么事儿？哎，皇上还是没下决心呢。 什么事儿没下决心？还是他四阿哥没死心。他都当哈哈猪色，还没对他死心。您怎么着，非得把他捐尽了，咱们才能把心放肚子里去？哼，你这么想，上书房的师傅加起来有6个，加上蒙古骑射、满语、藏语、天文地理，总有10来个吧？是。朱新仁是总师傅。 提掉所有事务，那都是朱新仁。皇上把四阿哥交给了朱新仁，也就是说，四阿哥和朱新仁是1而2，2而1的事儿。说不上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也是勾连到一起的。可是四阿哥现在都当了哈哈猪色了，朱新人也当了猪官了，你们想没想到，为什么皇上还不降明旨，把我升为总师傅呢？是啊，哎，那咱们去求皇阿玛吧。求那是没用的，本朝对尚书房总师傅的人选，那可是极为慎重，比放一个封疆大吏都不差。我再想别的办法。那咱们分别想办法，打今儿起，我们哥俩就跟他干上，省得他一天到晚当圣人。您那边主意慢慢拿着，好不好？ 哎，新人兄，啊，哟，新人兄，田体刚啊，今儿你怎么得空啊？我来看你呀。哦，咱们的同僚之意在这儿。 你倒霉了，我总得来看看你呀！我倒霉，我倒什么霉了？我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田体刚，老齐可教了我不少的东西。老齐？嗯，老齐是谁呀？啊，老齐啊，过来过来。老齐啊，你跟我这前同僚说说，这牲口跟人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老朱啊，你可别害我。 人家可是尚书房的师傅，我怎么敢乱说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说说无妨啊，说吧。牲口不会说话，所以不会撒谎；人会说话，所以人会撒谎。听见了没有啊？这就是道理所在了，懂了吧？金人兄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情。 你想当尚书房的总师傅是吧？你想让我帮忙是不是？哎呀，可我现在就猪官一个，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？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朱新人，你，田铁刚，没错，我是讲道学的，但是讲道学的不一定就是傻子。 我跟你说，就你那点小心眼，除非我不正眼看。只要我一正眼看，你逃不过我的法眼去。哎呀，朱新人，算你能！我说，咱们来一笔交易怎么样？ 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嗯，那我就跟你说了吧，我在这儿，就在这牺牲所里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边干活边吟诗吗？哦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呀做了首诗，你帮我琢磨琢磨啊，看有什么地方不妥。哎呀，这诗就是。 乍看起来，人比牲口强，可这细琢磨琢磨呢，有的时候，这人又不如牲口。嗯，没了，没了，这叫什么诗？哎，没辙没韵的，这有道理就行啊。好了，咱不扯你的歪事了，咱们。 说咱们的正事儿，咱们的正事儿就是交易。对，交易。你装病离开京城，原品修治回家，你回家养老去。你老家的地方官呢，也是我当年在地方上当学政时候的学生。让他好好照顾你。你这是让我腾地方啊！田铁刚，你是明白了啊？我在这一天，没准皇上哪天想明白了，让我再回上书房，让我再当总师傅。反正啊。 这尚书房不能落到你这种人手里。哼！田师傅走好啊！来！ 我说田师傅，您甭在这等着了，那个下三滥，犯不上您亲自等。不，我得等。也许平时我不正眼看他，可是此刻他重要之极。嗯，这，这大概是他吧？就是他。吁！哎呦！哎呀！ 哎呀，贝勒爷，奴才怎么敢劳您的大驾，在门口等着呢？王八蛋！小子，今儿是你的好日子，你有好差事，我乐意奉承奉承你。您瞧，哎呦，这位是，进屋再说吧。好，走。哎呀，今儿个是东山楼的宴吃席，我格外从碧柳居拿的山东的酒。哎，您怎么知道我得意这口啊？贝勒爷告诉我的呗。三彪子啊，孙子，你怎么自己就敢坐下了？我的爷，您必定是有事求我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儿。要不然，您二位，一位是贝勒爷， 一位是上书房的师傅，请我吃饭，这还有酒，您说我信不信？哎，不信。你二位要这么麻烦我，那还不捧着我一回？行，孙子，等回头我再找你算细账。哎，回头我就又成您的奴才了。您打骂随便啊。咱们边吃边说吧。好。啊，贝勒爷，我看这事儿还要麻烦你，你给说说吧。哦，那我可就说了。好，小彪子，你们西生所新来了一个姓朱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有这么头货。他是田师傅的死对头。怎么着？让我怎么收拾他？您说吧。不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嘛。什么叫收拾？ 这叫什么话呢？难听。那，您给我换个好听的。是。哎呀，您就甭费劲了，您就直说吧。就是让他在西生所待不下去，这行吧？哎呦，这可麻烦。怎么说？哎，别的人呐，我打死了，我报个势头。 也就过去了，哎，唯独这老头子，我一直没敢招惹他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我听说呀，皇上就是在这儿把他放上一放的，没准啊，将来还回上书房。哎，您想想啊，这我哪敢招惹呀？你听说的，听谁说的？哎，反正有人这么说就是了。 哼，他能回上书房，他都成了猪官了。这么跟你说，有我在，他永远别想回上书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为什么呀？阿哥们都跟我好，三阿哥、五阿哥，书房的两位阿哥都跟我好。哎，这我倒是知道。三彪子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捧我的场。 就是捧三阿哥、五阿哥的场，也就是捧将来皇上的场。懂了吗？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？懂了吧？嗯，哎，来，喝酒。哎，喝酒。老五，要不你来吧。三哥，这金銮殿将来可是你做，这事儿得你来。你是哥哥，他说不出什么来。我来，你来。我来就我来，怎么着？别人怕得罪他，我还真不怕。我不但不怕，我还非得罪他不可了。红珠子，嘿，赶紧的，到太监房里把老四给我叫来。 这是老四，我妈可叫你过去。爷，我去。为什么？你没看他脸色，必定是憋着坏呢。您甭去了，能有什么坏事？我去就是了。红珠子，王八蛋，你活腻歪了！你一个哈哈猪色，进门也不喊一声回事。回事，进来吧。给三阿哥、五阿哥请安。老四，这你可怨不得我了，是你自己惹的祸，是皇阿玛把你发到这儿来当差的，你懂吧？我懂。你既然懂了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四，咱们之间没事儿。 可是皇阿玛的话，那就是旨意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我早说过，老四是个懂事儿的人。老四啊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我们可就差遣你了。我明白。行，你先下去吧，有什么事儿我再叫你。 三哥，可真有你的！哼，老四，咱们之间没事儿。可是皇阿玛的话，那就是旨意，是不是啊？老四，老四，叫谁？老四，别说了，让你赶紧的，到前面膳房去拿些馒头粥饭去，赶紧的，别凉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不胡闹吗？都睡了。这个爷的话我管不着，这是单子，你看着拿吧。还不快去！嘿，红珠子，你跟谁嚷嚷呢？嘿，蓝珠子，怎么着？你想打架？ 哎，蓝珠子，没你事儿，你睡吧。哎呀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慢着，爷说了，只能老四一个人去。这不是恒心吗？快点，快点！老四，你怎么这么慢？快点！回事。哎呦，老四，你怎么搞的你？老四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还说当差呢？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。 我和老五还得开夜课呢，你赶紧的，再弄一份去吧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 回事，进来吧。哼，老四，你可真够笨的。你说你，你传两句歪诗文字还行。 可是干活，你连最笨的哈哈猪色你都比不上。得了，虽然你耽误了这么多功夫，我也不怪你。可是，我真是没什么胃口。喜珠子、红珠子，这饭就赏了你们俩当宵夜了。谢谢爷，谢谢爷了。四哥，你赶紧把身上擦擦吧。 蓝主子，你哭什么呀？爷，我没胆子。又怎么了？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爷，银金之约这么一阿哥，让人这么捉弄，我有胆子，我一刀一个，我活劈了他们。可是，我已经给您惹了这么多麻烦了。 我再不敢，我。行了，睡吧，明儿还早起呢，我没事。爷，您真能忍呐！我不是人，其实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，他们就想逼着我跟他们打。那这什么时候到头啊？他们这已经开了头了，这一开头。 那可就止不住了。慧茹啊，娘，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，来我屋干什么啊？我大半夜不睡觉，我年纪在这儿，我不缺觉。哎，你这大半夜不睡，我倒要问问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一直躺着呢，看见您进来，我才起来的。你躺着？哎，这灯可是亮着，咱们不是富贵人家，还点着灯睡呀？那灯油不是钱呐。娘，我忘了。你忘不忘的我不管，我也不走了，反正你爹不在，我就给你虎个被窝，咱们娘俩呀好好聊聊。娘，咱们聊什么？ 咱娘俩好久没说话了，今儿啊，咱们好好说说。娘，您说吧，您想说什么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说了，可是我不敢说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娘，您说吧。慧茹啊，你也不小了，娘给你说门亲事吧。这在别人家呀，我问也不用问，就找媒人了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娘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找人家。胡扯！你不找人家，哎，哪有姑娘不找人家的？娘，我就跟您和爹过一辈子。哎呀，我们早晚得比你先走一步，那你这后半辈子，我一人过。再不行，我就找个姑子安，我青龙黄卷的，熬也熬过去了。这话可不是句人话啊！好好的，哪有把姑子安当家的？我倒觉得好，不烦，也不吵。这由不得你，反正啊，我也脱了前面邪界的张家了，让他给寻个读过书的，好歹呀，跟你能说上话的人呢。你说什么？你找了媒人了？啊！娘，我可跟您说，你要是找了媒人，我是高低不答应。你要是把我的八字给了人，让人合，我大不了就一个死。娘，您都听明白了吧？我是当真的。慧茹，女大当嫁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凶啊？原本我是不疑心的，现在我不得不怀疑你了。您疑心什么？告诉我，四阿哥是怎么回事？四阿哥？哪个四阿哥？慧茹，你当你娘傻呀？你娘一双眼睛一直都在你的身上，那天四阿哥怎么突然就来了？你说这是多大的事，娘能不放在心上吗？娘，我是认识四阿哥。以前在墩儿家的时候，我们见过面，后来跟他说过几句话，有的时候给他找些书看。就没别的吗？娘，我要是和四阿哥有一点男女私情，我让天打雷劈死我！哎呀，这话呀，你可不能乱说。以后别再替四阿哥找书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哎呀，我这个心呐，总算放下了。哎呀，你要是和四阿哥有什么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和你爹，咱们全家都得死。你明白吗？娘，我明白。娘，既然您早就怀疑了，那为什么去独石口的时候，您还让我去呢？啊，我是怕你爹一个人不行啊。你知道，我多久都没睡个囫囵觉了。咱们睡觉去，走吧。啊。老四，宋阿哥出宫了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大半夜的。宋阿哥出宫，听见了吗？爷，甭理他，这是太监干的活。我妈阿哥说了，就得让老四来。爷，这也太过分了，不行，我非跟他们拼了不可。你现在去就是个死，你还不懂？我，回事。三阿哥和五阿哥太不像话，把四阿哥折腾得够呛。他们怎么折腾四阿哥来着？我说的话，你们可以不听。不过你们再这么对老四，我什么都舍得出去。我刚才亲耳听见你说让皇上吃屎的，你他妈还嘴硬，我揍死你！我在你心目中，比朕还重要。你宁可得罪朕。 也不肯得罪他，你宁可顾全他的面子，也不愿意顾全朕的面子。